果話呢一次係全美華人夾 band 比賽嘅首次，我哋應該係值得榮幸、開心。不過喺另一方面嚟睇，或者有多少嘅遺憾。夾 band 玩音樂，無論係邊一類嘅音樂，其實係人生一件很有意義嘅群體活動。但呢一種風氣咧，似乎喺北美嘅華人社會裏面，一直都好明顯地顯示係唔存在。遺憾嘅係，其實呢一班玩音樂嘅群體係存在嘅，而只係一直以來北美嘅傳媒冇大力去推廣呢一方面嘅活動啫。試諗下，過去咁多年，我哋不知錯過咗、損失咗幾多音樂嘅天才，可能今日係首屈一指、知名度好高嘅樂隊組合都唔定。總之過咗咁多年之後嘅今日 ，AM1430。帶起這個首次，還來得及去填補或者補償這個空缺。人生的喜怒哀樂可以在短短幾分鐘的音樂一隻歌裡面表露出來，給聽者可能有不生難忘的感覺。音樂是群體創造出來的，我有今天，我的當初都是由夾 band 開始，由很小的酒吧一路行到去所謂好大嘅體育館，冇以往嘅夾 band 經歷，我唔相信今日我喺香港樂壇會有呢個位置同埋我嘅成就。我一直都相信呢一種嘅原動力，亦都好希望喺各處有華人嘅地方都可以發揚光大。北美各地嘅傳媒其實喺多年來都好想舉辦呢啲夾 band 嘅比賽，但係佢哋怕。在中國人的社會裏面可能沒有那麼多夾 band 的人，其實這個原因是可以理解的。不過始終如果我們不做一個開始，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究竟這班玩音樂的群體是存不存在。相對地，這班人也在等著傳媒去創造一個機會和希望給他們。我和北美的各個華人電台用過很多的時間去討論過這個夾 band 比賽，很多謝 AM1430 足之將這個 band 比賽在羅省發起全美華人的首次。我 Danny Summer 夏兆星、竹田和夫和我這班不同國籍的樂手，我們很榮幸可以為全美華人夾 band 比賽出一點力，也都代表 AM1430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所有的各单位，所有的参赛者，多谢各位的来临支持，同埋见证这个全美华人夹 band 比赛的首次。Thank you.